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慧焦点。前面我们看到的一组镜头是由法轮功学员组建的一支名叫天国乐团的军乐队。从2006年农历新年以来，这支军乐队已经在美国纽约、洛杉矶以及华盛顿等主要大城市进行了演出。一个在中国大陆被残酷镇压迫害了近7年的团体，以大型军乐队的雄壮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华人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2006年1月28日是中国农历新年除夕，美国纽约的唐人街喜气洋洋，80多个亚裔团体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举办盛装游行庆祝新年。这也是天国乐团军乐队的首次亮相。看着这支气势非凡的队伍，人们恐怕想象不到他仅仅组建了2个半月的时间，很多乐手原来连乐器都没有摸过。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到军乐队中来的呢？军乐队在美国非常普遍，那么很多的中学它都可以有军乐队嘛，所以那个我们觉得也挺那个从形式上也挺符合我们很有朝气这个这样的精神面貌，那而且又可以通过一些乐曲来表达我们一些美好的愿望。那如果说用心练的呢，一个是鼓点打得好，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鼓声背后所带的那些纯正的能量会使人受益，会给人带来益处。那修炼的人就是修正自己，那同时要给周围的人带来好处吧。Well, I wanted to help out. You know, I practice. I mean, I believe in like what we're doing. You know, it's trying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what's happening with Falun Gong in China. So, you know, I think, you know, it's a very positive feeling, and I think it puts out a very positive sound, you know, music. 这次纽约农历新年游行由法拉盛、华商会等华人团体和韩裔社区共同举办，行程约1个小时，沿途民众有数万人观赏。法拉盛社区几乎所有的民选官员也走在队伍中，向亚裔选民祝贺新年。天国乐团军乐队演奏的《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等曲目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我觉得你们这个军威很雄壮，我都没有看见过有那么大型的这个音乐队在沙拉滩出现，而且你们都很有纪律，这个秩序非常之好。去年我也看过你们这个法轮功在这个春节游行呢，我是最后一个人站在主席台上等待你们法轮功经过，今天我也在这里等待他们经过，这个游行队伍非常好。Well, I know what Falun Gong is, and I appreciate their being here. 2月26日，天国乐团移师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洛杉矶，参加在洛杉矶中国城举办的反迫害、声援中国民众退出共产党的盛大游行。此刻这支队伍已经扩大到200多人，当地媒体以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来描述他们所见到的场面。我们在美国那个参加的一些游行，那个都是为了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些或者是社区的一些活动，然后呢也有我们抗议在中国国内还继续的镇压法轮功，我们大致上是为了这样2件事情。那么其实很多的游行呢，这个很多的美国朋友这都是刮目相看了，这个看到了法轮功的美好，从中也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作为法轮功学员，能够在今天这种对法轮功持续这种迫害的情况下，能够作为其中的一员，向人们证实法轮大法好，
而且就是说看看我们这个群体，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大家这样齐心合力的在一起，因为法轮大法好。14天后，天国乐团再次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宪法大道上，参加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在100多个参加的团体中，天国乐团和法轮功的队伍是唯一的华人团体。超过10万观众在宪法大道两侧观看了游行。Beautiful. We were very impressed. We were a bit late, but what we saw was magnificent, and it's very impressive.To see this many people out for such an important thing, we were impressed. Thank you.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Fort Worth, Texas. And you're a tourist here? Yes. Okay. How about you? Yes, I'm a tourist here too. I'm from Fort Worth. I'm married to him. And yes, we were very impressed. So impressed to see so many people in support of.随后，天国乐团还参加了当地民众举办的声援900万中国民众退出共产党的集会。你像我们在国内，从小就是这样，别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共产党那套说教。然后你来到美国以后，你还是那一套。等等，你过了5年以后，你才知道哦，在美国生活时间长了，原来那一套是不行的。然后你接触的东西多了，你才知道哦，那个共产党那一套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他就给你全部隔绝和外界隔绝了，虽然现在资讯那么发达，但是他把电视这个网络全给封掉了。你中国人想看的只有共产党给你那一点东西，你想看世界上别的什么东西不能看的。所以现在在国内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还在受到他们的迫害，中共的罪恶已经最大滔天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些情况，认清中共的真正的实质。目前，天国乐团是全世界范围内由海外华人为主体组成的最大的乐队。一位透过网络观看了天国乐团游行演出的中国民众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天国乐团奏天音，法鼓法号显神威，佛恩圣乐满苍宇，笑迎盛世星与明。各位观众，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了近7年，面对血雨腥风，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大善大忍直面邪恶，以宽容和慈悲向全世界讲述着被迫害的真相。天国乐团的创建和成功再次显示出，面对中共的嗜血和残暴，法轮功学员没有退缩，没有仇恨，而是以无量的智慧和无比的善心赢得世人的理解和尊重。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明慧焦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